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威数控李汉洲，今天来到亚特兰大市，我们来参加 APTA 展。我们这次的展览呢，展示了杨威最新的 ADAS 系统的一个 solution。ADAS 系统呢，它具有三个主要的功能，有前景侦测、盲区侦测以及360度的环境侦测的一个功能。前区侦测呢，它适合在车子往前行驶的时候，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车辆的距离，当过境的时候，它会提供一个警示的功能，提醒驾驶者要注意要刹车。我们的系统呢，不带有主动式控制的功能，它只是一个警示的功能，提醒驾驶者要注意前方的车辆，或者是你已经偏离了车道。所以呢，前方警示系统也有具备了这个标线的这个侦测的功能，帮助驾驶者注意有无偏离的车道。那盲区侦测呢，以及360度环境侦测，是当驾驶者在做左右转的时候，以及路边停车或倒车的时候，提醒驾驶者旁边有没有人、车、物这样的一个警示系统。那360度这个环境系统搭配四个相机，以及我们的 IBS 系统跟10寸的这个触控萤幕，我们提供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整合，这样的一个产品 Total Solution。那欢迎各位过来一同了解，谢谢。